这边可以配合的话，再说一下。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再录机后面再做个说明一下。我们的暑假作业做完了吗？做完了。我们做了一些这些小学生跟这个六轻相关工厂铺路有关系的生物标记的监测。距离六轻最近的这些小孩子的平均的浓度呢，是高于麦寮的。那因为氯乙烯单体是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一级致癌物，我就说要尽快的让最接近的这个小学的学生的铺路量要下降，他的就学的场址呢可以离开远一点，这样都可能在立即有效的方式来减少小孩子的铺路。因为这个 VCM 这个物件是一个慢性毒的物件，我是迄个考工中吼，我伫就算伫遮出世吼，今年四十九岁，我伫国中毕业，我就去台北六轻建厂的时阵才回来。我有两个囡仔，一个查甫，一个查某的。当然，查甫的读师范学校，即下要升二年，留大二乙酸的，伊429。原本是黄蜂林呐。因那家毁掉，去长庚啊，国考啊，反正是讲啊，下头再去读一年咧，再下头再去好一年咧吼，伊这个数据就接管。啊，这后壁是不是爱过去遐读？污染问题，你无没有很立即的危险的时阵，你无感觉啊？感觉你感觉有问题啊？但是已经污染真久啊，真多年啊。污染当你对下一代是无公平的啦。我是许俊德，现在有两个小孩，大的女的现在要升四年级，小的现在男的要升小学一年级。我的小孩子原本的学区是在我家隔十公尺的桥头国小许厝分校，后来分校在六轻那边比较近的地方要盖新校舍，我才会把他们的学籍迁到许厝国小本校那边念。不管有没有污染啊，它99年就有发生过爆炸。如果说发生爆炸，他们离最近的要怎么办？就算没有其他原因，我还是不会让我的小孩过去那边念。你说会不会担心？当然会担心啊！啊，也是没办法跑啊，只能要求他们能做好那个污染源的控管啊。我是许在花，今年57岁。我的女儿今年刚从桥头国小毕业。大家都知道这里有污染，所以我宁愿选择说比较远的地方，埔尾
芦苇娘子高中，因为小孩子嘛，让他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不会说再次受到伤害这样子。大家也都很恐慌啊，真的。如果政府再不管的话，这边老百姓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们都在这里已经好几世代了，要到哪里去？反正我做的就是算预防性的动作，签不签都是家长自己做的决定。伊若无法当改善的时阵，咱就是爱走啊。政府若无想办法时，咱就要改设法啦，对吗？